你看，一斤半。一斤半。是啊。多少钱？一斤半二十就三十五。哎呀，切多一点点，凑够四十啦。好吧。哎呀，那你切就切，四十就四十嘛。切多一点点，凑够四十啊。最后你不要切那么进去。你又说喜欢肥一点的。我喜欢肥，我不喜欢皮。那就再称一下啊。多少？差不多够了没有？两斤，两斤多一点点，43块。哎呀，这个猪肉佬到底会不会卖东西呀、啊？哎呀，不如干脆这样吧，再切多一块一点点，就凑够50。50。那就切50吧，再多等一下我不要了。好好好，行，我看着要肥了还是瘦了？哎，这个不够啊，抓住这一块啊。啊、哦、哎，刚好两斤半，50块啊。50就50，给你。哦，好，行，帮我装起来。哎呀，这个美女吃这么点猪肉啊，要多一点吗？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是猪啊？来，是。哎呦，买猪肉啊！哎呦，猪肉啊！有。来，要多少啊？要一斤半左右，可以。新鲜又亮，一斤半左右啊。啊。这一块怎么样？五花奶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那就肥一点就快。五花奶嘛，这吃了又干齿啊。好，那就这一块了啊。嗯。哎呀，看秤啊，啊，两斤，够了吧？够了。啊，多少钱？两斤40块。40块。啊，40。是啊。哎，我帮你装一下啊。没有零钱。没零钱呢、啊？哎呀，干脆这样，明天我再找给你了。我也没有带零钱，要不你切够100块，送个猪脚，你够100块。啊，好吧，这个猪脚包木瓜很好吃的。好，啊，那就100啊。嗯，这个猪脚称都不用称了。算60块钱，不贵的、啊。哎呀，袋子这么小，这猪脚就另外拿吧。啊，好吧。嗯。哎，谁要猪肉啊？啊，等一下啊！来，哎，拿好啊。慢走啊。嗯，好，好，顺便拿回家先吧。啊，好。没，这老头也真是的，哼，搞那块隔夜的给他，嘿嘿，快收工了，买猪肉啊。哎呀，三妹。整天玩手机，买猪肉回来了，100块钱一块猪肉，送一个猪脚，这么好啊！你煮吧，累了，招工准备买回来，还做半年工，累死了。来煮吧，我帮你。你，什么啦？我爸这是臭啦！不可能，看见星星的，臭臭怎么？你自己闻，你怎么买那种臭猪肉回来啊？这个猪肉老怎么要拿个臭的给我、啊、明明我都闻过。嗯，三妹煮猪脚，我把这块叼了喂狗了，行了。哦，受不了了，这猪肉不会也是臭的吧？这猪腿啊、哦、还算好，拿去煮吧。67号，哎呀，终于到我女朋友家了。哎呦，
意啊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哎，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呢、啊？真的是。哎呀，在家看手机。哎，三妹呀、啊，今天我刚卖了猪肉，就剩这么一点了，直接顺便拿来你家。你老爸在家吗？你不是说你还有个老爸在家？是啊。哎呀，那就拿进去熬这个骨头。哎呀，不想改呀、啊，你拿那么紧干什么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么多啊？是啊。这个我一个月我都不用买猪肉了。是啊，吃不完就放冰箱啊。去拿吧。好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那么多拿那么多猪肉来。哎，这有什么客气的？我跟你说，我平常吃都是卖猪肉的，卖剩很多的都。哎，拿过来，不过这个是新鲜的。你不会拿臭的给我吧？不会的，这个都是新鲜的，很亮的。还好。是吧？臭了，我臭了，这个我不要我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骨头拿去那个熬汤，这个呢就拿去熬那个猪脚。猪脚。是啊，搞个木瓜回来补下身子。可以啊。哎，你老爸呢？你老爸不是在家吗？老爸。对啊，老爸。老爸，哎，妹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跟你老爸聊一下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老爸，妹，我男朋友来了。男朋友来了。哎，老丈人。对啊，他是卖猪肉的。卖猪肉来。嗯。哎，你看他拿了好多猪肉来给我们吃。好，拿那么多猪肉啊。对呀、啊。看人怎么样？但是人看见满脸笑容，但是你不知道他心怎么样。心情好的呀，对我很好啊。哎，老丈人，老丈人，哎呀哈，他心是黑的。什么心是黑的？哪里呢？他心怎么黑了？你干嘛说人家心黑呀？昨天买了个猪肉，我闻个本来是新鲜的、啊，后来你记得吗？嗯。搞到吐了，臭的都是他给的。他给的？都没有诚信经营。你这昨天那块。臭肉是就是他卖，你卖给我爸啦、啊哦？老杨，是我卖的，不过我卖给你的时候是新鲜的，你提回来是不是没有及时放冰箱就臭了？我马上回来，马上要煮饭了。他一拿回来就叫我拿去煮了，然后我闻了一下，臭的我吐了半死。年轻人，经营要诚信经营，别人种花，你就那个吃。你还要落好久吗？哎呀，你这样子自己堵自己屁股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都怪我啊，一时心急。这个今天这个新鲜的，我免费送过来的。你不会对别人也是这样子的吧？不会，哪里会？我都是诚信经营的。三妹呀，交这个男朋友，都用人自己堵自己屁股的，以后做生意慢慢就失败了。你跟这种人以后你吃什么呀？啊，不是。哎呀，你是对我那么好，原来你只是表面一套，背后还有另一套。整天坑人的，你坑了一次，坑了两次，在这边卖猪肉，都叫邻里邻居。你坑人都让你忍住了长吗？以后啊，我女儿跟你的话。给别人走险之后，哎呦，那个猪肉坑人的，那个猪肉不行的，那我你还有面？我告诉你，这样子做生意不行的，也发不了财的。那大不了以后我又老老实实做生意，不要去坑别人，换谁都不要坑。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你老爸啊。不管说什么，我看见你。就等于看见昨天那块猪肉都想吐，你知道吗？就想翻胃了。哎，这里有新鲜的，你以后我不做那样的事情了。你拿着你的猪肉走吧，我爸不会接受你这样子的人品的。我家容不了你这种没有素质的人。赶紧拿走，不要趁我发火。三妹，通融一下，以后我改了行不行？你都坑到我爸头上了。你还要怎么原谅你？赶紧走！再过来，我走！真的是，怎么昨天搞那个猪肉搞到他老爸去？哎呀，以后不能做这么缺德的事情了。隔夜那个猪肉留给自己吃，或者是喂狗算了。哎呀，
拜拜，都女朋友都丢了，哎，坑人害己呀，真的是，以后不能这样做了，哎呀。